勁啊！係好好玩，好離心噶。闊別四年的 AIA 嘉年華又翻嚟香港啦！日期咧就由今年2023年嘅12月21日，去到2024年嘅2月25日，每逢朝頭早11点去到夜晚11点钟啦。好興奮啊！哇，唔知揾邊嘢先啦、啊。兩個電子大米，四個波就原來得細獎100分就有啦。試下四個啦，成六個不如。加油啊！唔好四個齊，唔好四個齊，祝哥你啊！祝哥你，點解咧？祝哥你啦！試下力啊嘛！唔緊要啊，我哋試多次。係啊。咁嘅咩？100分先得喎。哦，我翻嚟。豆袋，只要将啲樽咧打出晒嗰个盘就有奖啦。今年啲代币咧都系电子化，入晒落张卡度嘅，咁就冇真正嘅 coins 俾佢嘟一嘟就得噶啦。代币咧就10蚊一个啊，咁摊位就唔算贵嘅，咁就20蚊一次啦，两个币。但系玩机动游戏咧，平均都要7个币一个人一次啊。今年嘅机动游戏好似冇往年咁多选择啊，主要都系摊位游戏比较多。而家我哋都挣扎紧玩边一个啊？有啲机动游戏就6个代币一次咯，即系6至7个代币一个游戏啊，60蚊一次，你讲抵唔抵啊？好似洗衫咁啊，你部机。6个币一个，系两个。超惊啊！呢个钟摆啊，好恐怖啊！我以为唔系好劲啊，系好好玩，好离心噶。嘉年华梗系唔少得嘢食啦。
蛋啊、燒賣啊，咦，是用幣嚟買嘅喎，咦，都有啲係收現金嘅。一次機動遊戲嘅價錢就可以俾你食到一個黑椒牛柳粒意粉啦，迷你牛柳粒意粉，不過好香啊，好好味啊，好夠黑椒味，好辣啊！呢個位好有氣氛啊，可以坐喺度食嘢，又有歌聽。老公指定要玩呢、這个，一啲都唔容易啊！睇咗咁耐，啲人都未入啊，好紧张啊！我老公被肚皮毛吸引咗啊！哇，好冻啊！哇，好靓喎呢个！如果等到呢个极光嘅话。Kobe， 系咪好开心啊？好多公仔。